应该是一见倾心，然后日久生情。互相之间有一种莫名的默契。没有关系。小叔叔，他是我所有一生中所有的牵绊。精神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恭喜孝顺出任上海司令。英雄惜英雄，你现在不想了吗？非常的开心，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，因为算是自己第一次尝试演戏，然后碰到了很好的伙伴。这什么？我开什么枪？你告诉我。也有很多在现场会爆发出的那种小点，然后也被导演很认可，然后也顺利的把它拍了下来。宁是先把他弄走，一看他先去看他伤势。特别的和谐，然后每天打打闹闹的又很开心。晚清没有事吧？其实在完成工作的时候，我觉得能交到很多朋友，这是我觉得这个戏很大的收获。来看一见倾心吧，希望大家都来看一见倾心，希望大家看完了以后都可以遇到自己那个一见倾心的人。看了一见倾心，你就会爱上我们。不仅有颜，还有故事剧情，非常甜，然后也有虐的这样的一个甜蜜的爱情剧，富有家国情怀，帅哥美女总有一款能令你一见倾心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，然后多多支持我们。